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九場賽事，三班千二短途賽，打熱係一啊！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咁啊，氣勢應聲彈出啊，響出邊又年年有型啊，咁外邊位置高進名區啦，內欄第四就係呢只嘉應高升啊，出邊咧顏色大王亦都加入戰團，走上嘅第四位啊，內欄第五嘉應高升啊，第六位內欄天生夠響啦，中間還看今朝啦，外邊位置仲有巴閉仔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粉紅衫內欄咧有年年歡呼啦，尾五中檔六三黃帽咧就係呢只陸續無限啊，後啲嘅馬機械大師方唐武士非凡之星包咗落尾咧係。以戰得勝嚟噶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年年有型就順利放到出嚟噶啦，跟住響第二位就高進名區啊，內欄第三氣勢啊，第四位仲有顏色大王啊，第五位攞出去外邊啊，紅袖黃帽嗰只咧就嘉應高升啊，響入邊咧追仲啊年年歡呼啦，中外當上又還看今朝同埋陸續無限啊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噶嘛仲係年年有型啊，內欄喘上嚟就係氣勢啊，再見到外邊追有呢只就嘉應高升啊，咁啊入邊上咗少少噶嘛，仲有顏色大王出邊咧就陸。逐無限啊！最後一百米到啦，氣勢透出啊！嘉應高升逐步追緊佢，最後五十米埋邊係氣勢，出邊就嘉應高升，兩匹馬叮噹馬頭，第三名陸逐無限，第四名係顏色大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一對側身嘅精英跑得好啊！試過一千轉千二，已經上名嘅氣勢響入邊仲係佔先嘅，嘉應高升逐步上嚟，咁啊升咗班，咁啊真係捱肚餓啊潘頓啊，咁啊又要做榜，兩匹馬叮噹馬頭，陸逐無限第三。顏色大王跑第四，咁啊睇下張相啦，咁啊氣勢嘉應高升一齊入落去，好近喎、啊、兩隻馬影相啊，七十三啊，第三名咧就係一號啦，陸續無限啦，第四名四號顏色大王，哇叮噹馬頭，潘頓大戰麥道朗，入翻落去嗰下入邊有冇機會咧氣勢？誒入上入落喎，再睇睇喎，好近，一上一落嘅咋。好啦，捷豐馬、送行馬都係呢只氣勢啊，麥道朗啊，影贏啊，唔係有得避。車輪邊嘅。第一次輸啊！呢只嘉應高升啊，你買啲試習啊，第一隻有一隻馬喺前面。又主要讓得多啊。係啊，因為人哋用減彎榜，你又加好多咁啊，一來一回。同埋步速又唔係好快啊。嗯。頭段23秒89都係中等步速。同埋好彩就年年右翼嗰度嚇斜一少少出嚟有空位裏邊上，係咯，佢又夠膽啊搏嗰度。係啊，你即係一閂埋你就冇啦嘛。麥道朗今日三 win 啊！睇下户口簿啦，大家嚇。田泰安啊，繼續都屈居喺佢哋後邊。係啊，計啦，今日個勢都已經三個傲將喺度，唔夠人哋氣勢勁啦。呢場布文都冇馬跑啦嘛。係啦。好，蔡約翰啊，今日都起馬，尾場仲有一隻啊。啊，連馬師王啲飛都好硬淨啦，一路都。呢組三班青年都好強組啊。嗯。強中強又鬥得精彩。會唔會三個禮拜後賽程翻嚟又係麥道朗跑佢啊？睇下董子嗰日啊。係咯，睇下冇啱佢跑啊。個嘉應高升都犀利㗎，第一次升班，係咯，佢而家係影相輸啫嘛，其實前次都贏㗎。嗯。希斯諗住嗰陣三隻㗎。啊，三班嗰啲好強喎，先加埋上次嗰組嗰兩隻。你報谷草咯，有差少少能力。我都冇睇華漢金枝喺邊度。我第五啊。有追啊。係啊。我就係顧望前面嗰兩隻啫。場賽事頭場開跑時間7:10。好啦，睇翻個巡航影片啦。出閘氣勢都好快嘅，排住個中檔七檔起步，後邊有啲馬好生啊，啲機械大師有啲碰撞啦，年年歡呼個位。咁啊，前邊啊，仲有一隻年年有型啊，佢都係大放噶啦。後些少個馬位，見到係高明嗰只高進名區啦，外碟啦，有啲搶口，顏色大黃揾遮擋，嘉應高升僕住個第五二碟。咁啊，後邊就係嗰只還看今朝，田泰安喺邊啊？暫時喺尾五度啊。六三黃寶嗰只就係陸續無限喺曬入邊嘅非凡之星啊，同埋飛出外邊咧以戰得勝。步速就正常嘅，咁幾隻啲熱門馬咧大致都跑佢哋預計嘅位置啦。
咁你睇下嗰只走外搭嗰只巴閉仔咧，其實佢跑得唔錯嘅。沿路走外搭，跟住末段咧，其實佢同第四、第五名嗰啲馬咧好近翻嚟嘅。個際遇好差嘅呢只巴閉仔啊，即係繼續都可以跟進住佢嘅進度咯。咁至於中間啊，哇！你睇埋面麥道朗幾窄啊，個位都要捐上嚟啊，嗰只氣勢。睇下兩大師傅點樣對壘啦。係禮真啊，同你。睇下潘頓。啊！精彩，精彩真係。還看今朝就中間嗰堆咯，即係同埋顏色大王啊、方唐武士一齊到。分段時間頭段23:89，第二段22:55，末段22:68，總時間1:09:12，比標準時間2:30先。